一艘失去船舵的游轮。怎么了？不好了，不好了，船长，我们的船舵不见了，游轮的航向已经完全失控。这一个小时里，这个船舵就不见了。究竟谁是那个真正偷走船舵的人？一场疑云密布的推理。今天有三位嫌疑人，当这个线索出现之后，我们甚至比之前更加迷茫。这个线索还不如不出现。纯纯好人，我一点线索没有。就你是上海是吧？你在上海读大学，读大学跟这个现在距离有点远了吧？船舵大盗究竟是谁？脑力的较量愈演愈烈。哇，我这个都想不起来是啥了。体力的比拼热火朝天，我完全听不见那个尖叫机的声音。哇哇哇哇哇哇！哎，不是，你这个我怎么办？知名侦探带来最佳辅助。我天哪，我压根不知道，大哥来这儿。这就是爱你，爱你，让这个飞俊唱作可爱女人好不好？哎，还是你会来事儿啊？还有前所未有的惊喜与感动。今天既然是你的生日会，怎么能少得了一个蛋糕呢？祝公俊生日快乐！谢谢，我也不想就说太煽情，因为这不是我的性格。谢谢，反正每次重要的人生节点都有你们的陪伴，我也会越来越好，对得起你们的期待和喜爱。